什么？现在人类和机器都那么内卷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佩仪，今天来带着大家看一下Sanshui第一家包装印刷一体化的企业。听说里面有一条互相联动线，每分钟最高可达400张。我们今天来一探究竟一下，看一下究竟是人工包装的质量高，还是机器包装的质量高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台一精工，今天就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台一精工，好，这边请。林总，这是你的 NS 生产系统，可以让客户一下就可以看到自己订单生产的实时情况。对的，我们曾董事长一直致力于推动我们台一精工的数字化、信息化、自动化的一个发展，这是我们其中的一项成果。这里是我们的立体仓库，这里超过了10000多项的物料，每一项物料都是经过我们层层检验才会入仓的，所以为我们的产品打下坚实的一个质量基础。林总，原来你们机器都有这么多复杂的小零件组成的呀？对，我们所用的是非常精密的零部件，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精准的组装，才能确保我们设备的一个质量。你看到我们台一的速度了吧？这是我们的原材料纸板，通过我们一个自动上料印刷，包括我们一个开模、磨切、浮箱、堆垛，得出我们最终的一个产品。哇，真的好厉害！看来现在工作真是越来越难找了，短短一分钟成品就能做出这么多，人工真的是输给机器了。看来今天比拼是没有必要了。不过台一精工印刷包装一体化果然是又有效率又有质量，谢谢台一精工，让我感受到科技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。